Hello. 我今天，对，今天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上来直播一下，就是一个帽子，是的。然后就是最近，然后杀青了之后就会稍微闲一点。我发际线真的不算高，这算高吗？这个叫发际线高？你不要笑，真的，这个发际线非常良好。因为我自己在家里，然后这个头发就自己随便搞了一下，然后就有一点那啥，对，我最近染回来的那个黑色头发就很开心，是太高了吗？嗯，我最近杀青了之后，然后月底就回了成都几天，就吃了很多很多好吃的，对，然后最近就还挺开心的感觉，然后回了，好不容易回了北京，就见了一些好朋友，对，是吉尼龟还带着我的那个生日的时候的那个头套。这个头发怎么回事？主要我自己没有办法，就是搞到那个好看一点的头发，然后又想精神一点。小火龙在另外一边是有点炸，好像就说了我不能自己搞头发。对，然后我就是想的，就是上来随便唠一唠。这是我自己最近买的一些灯。就是感觉在家里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就是可以放下歌，然后有一些这种灯，就觉得还挺舒服的。哇。是的，我现在如果不是直播的话，我现在家里面就是这些光全都关了，然后就剩了一些那种小火光，就还挺舒服的。露营我自己就是正在想，是的，就是还不知道，嗓子咋？嗓子可能有一点哑。我也不知道，因为刚才跟那个工作人员唠嗑，然后话说太多了，这头发算了，管他的，让他翘吧。我自己会化妆吗？我自己，这今天就是我自己打的底，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感觉好像这个行业就是大家要稍微会一点化妆的小技巧，我在营里面就学了很多。是，我也觉得我挺厉害的。啊，看一下，我最近回成都吃了很多那种兔火锅，然后还有就是串串香，然后冒菜什么的，就是感觉好像每天就是疯狂的胡吃海喝，就把自己拼命的塞，因为就难得回成都一天，所以就拼命的塞。
最近就吃了很多。就是他那种兔子就是要去那个就是那个小的兔棚里面去选，然后选了之后再来就是把它现做的一个兔火锅。但我最近确实长了好多痘，就是可能因为太久没有吃辣了，然后回成都就是吃了好多。最近这几天又在调理，稍微好一点了。兔子的火锅真的就非常的好吃，就可能就大家看到那个就是什么冷吃兔啊什么的，就是觉得可能兔子肉有点硬硬的，但实际上兔子肉非常的有弹性，就是很嫩的那种，就是比鸡肉嫩，比鸡肉弹。是这样的。你们最近有看《嘿，你大师很妙》吗？其实我自己都还不太敢看。就是最近看到你们在发，但是最近也在上线，但是我自己还不太敢看，因为算是我很早很早之前拍的了，就那个时候都还比较青涩，然后就不敢回看。对，是的，我最近有看那个鱿鱼游戏就是很快的就刷完了，还挺好看的，但是就是你会一直纠结它每一关那个游戏的漏洞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的。对，是的，现在是经验丰富的，哎，不能这么说，现在是稍微好一点吧。对，最近其实好，我最近发现就是最近有好多好看的电视剧，就是要很多人都在推荐，就是什么《鱿鱼游戏》啊，然后好像最后还有一个最近我助理跟我推荐了一个。什么恰恰恰的，然后最近也准备去看一下，就是他说很好看。灵媒，我好像刷到过，但是感觉很吓人，还没有看。我本来就是他，其实这个里面有一套就是有皮卡丘的，但是那个皮卡丘他好像哪个地方坏掉了。然后就是，所以就不能出现在这儿了。我也不知道为啥，感觉好像突然一下子嗓子就。最近北京一直在降温，就还挺冷的，非常冷。冷得我不行了，就是感觉一下子刚到的时候感觉它还是夏天，然后每两天就天天就开始降温，开始下雨。对，前几天下雨了之后那个晚霞还挺好看的。我就是很羡慕现在就是还在过夏天的你们，就是北京现在出门都是穿很多了。糖饼挑战我其实最近经常刷到那个糖饼挑战，就是就自己做那个糖然后来抠，但是太麻烦了。这是一个帽子，你们最近才开始入秋，北京现在已经是冬天了。我昨天还是听谁说，就说感觉好像已经要开始下雪了还是怎么的，就呆毛没有办法了，因为自己搞得太久了。是的，我前几天
哎，不对，不是前几天，就是我月底的时候，不是最后上一个剧组，就是最后要杀青的那几天，那几天就最后那一段时间，我戏没有很密集，然后我就去了一个海鲜市场，然后就是去那个海鲜市场吃东西，购了一些物，然后我还被坑了，对，但是。当时也拍了一点点就是 vlog 之类的东西，应该后面应该可以就是发出来，就是那个海鲜市场真的还挺大的，我当时在那逛了超级久，我是想买虾怪来着，我当时是冲着那个虾怪去买，但是买不到，我发现这个东西应该是要看季节， 我只知道就是在大连那边比较有，好像中国其他城市好像见的都不是特别多，就不是在，怎么能说我在画饼，就是要最近是要发的，我准备等那个虾怪到季节了，然后就买一些虾怪到家里自己做。成都的攻略，成都其实好吃的就是感觉你随便去一家店都挺好吃的，然后我自己吃的就是自己家里周围比较多的一些菜，所以就是可供推荐的比较少，但也有一些，就是我朋友去的话我都会给他们发一堆，就虾怪看着就是全是肉全是膏的感觉，就感觉它很好吃，虾怪不好吃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得试了才知道，但我看着就觉得真的很诱人，会在家做饭吗？我最近就是爱上了那个燕麦碗，就是我应该有说过吧，我忘记我有没有说过了，我最近就是天天在安利这个燕麦碗，我也不记得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反正就是放一些燕麦，然后再放一些酸奶什么的，然后就每天加在一起，我就是到了晚上睡前的时候就会把那些燕麦啊那些东西全部放进去，最后第二天反正就是闭眼之前，第二天早上我都就晚上睡前闭眼，我的脑子里浮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第二天的燕麦碗，就觉得很幸福，就每天晚上都在期待，就是要有一个那个小的那种玻璃的密封杯， 它有那种专门卖的，然后一层一层的放进去，就还挺舒服的，我是觉得挺好吃的，就每天晚上都在期待，然后它又很健康。是的，我给自己买了好多，就是来配合它的东西，就比如有那个什么车前紫壳粉，还有那个可可粉，然后什么豆乳粉，还有肉松，还有燕麦，还有那个马什么？天哪！那个叫什么马什么梅马鸡梅，对，我前阵子我在跟他们介绍的时候，他们老是说什么马冬梅是马鸡梅粉，然后还有啥抹茶粉，反正买了好多好多东西，就是来配这个，每天都在吃。是的，花椒美食我还没有来得及尝试，真的。最近发了一些歌，最近发的是再隔几个世纪，你没有听吗？不是，那个燕麦盒子就是不会胖的东西，很健康。对。为什么我每次直播嗓子都哑？
隔几个世纪，我依然在这里，希望你遇到的每个他能像我这般爱你，曾经拥有过你，这就是理由让我回忆你，一切努力就有了意义，翻来覆去凝望的曾经。对，就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也是磨了好久，磨了好久，但是这首歌我是我自己还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应该就是在之后的剧里会跟大家见。是的。哦，我还想起来了，我前面还发了一首，前面还发了一首歌，你们有听吗？呆毛出彩了，前面发了一首跟姐姐的合唱。对，然后我发现我那天 我不是前天发了一个小红书嘛，就是威士忌配咖啡，就是 有一个配方，然后我就觉得跟这首歌很应景，就是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是的，哦，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那个灯，我最近已经修好了，然后算了，我到时候再给你们看吧。就是我昨天去把它修好了。是的，你们到时候可以，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我跟，哎，就是等一下到了最后的时候，就是我就叫，到了后面的时候就跟姐姐一起唱一下。音箱和灯，是的，就是我之前买的那个音箱。我最近真的非常喜欢灯，然后就在疯狂的买灯。工作人员在写啥？没有，他是跟我说说名字。是的，没有，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等一下那个陈子彤姐姐要来。是的，然后我就说一起唱一下歌，然后他又说我没有说名字。是的，周二哥来了，哈喽。最近，就是回来之后，就是感觉在疯狂见人。是的。我肯定没洗头，我这就是洗了头的。我今天下午出去工作了。然后我就，但头发又有点塌了，所以我就戴了个帽子，然后顺便把这个头发搞得稍微精神小伙一点。是的。等我的灯就是都到齐了之后，然后就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家里这个地毯其实就感觉像在坐在草坪上一样，我还挺喜欢这个。
对，我感觉家里最近就是也不知道为啥就在囤东西，就是什么音箱呀，然后灯呀，然后还有什么那种洗护用品啊什么的，就感觉最近还囤了不少，很多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辣椒酱没有，就是最近没有怎么太吃辣椒酱了，就是自己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就是可以随便控制自己吃东西的，就是吃什么东西的一个阶段了，所以就对辣椒酱就还好，因为就每天都可以吃到辣椒了。如果等一下唱 rap， 我怎么没有办法？哎，我但是讲真的，我之前我觉得 rap 对我来说还挺难的，吃辣椒不会长痘。最近在听什么歌？最近还是之前的一些老歌，然后就是最近比较爱好偏纯音乐的，就什么钢琴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最近听的那种人声的歌听的越来越少了。不是吃辣不会长痘，它就是它只是有可能会让你就是底部的那个痘发出来，但是就真正吃辣它是不会形成痘的，它有可能就只是会让你发出来。没事，我明天应该，哎，明天应该没事，明天不用上班，所以今晚可以喝水。还有没有 Love Goes 那种歌？那种歌我不知道，但是 Emrys 歌其实都还挺多的。然后我有说到，我之前有说，我后面有说到一些就是朋友给我的生日礼物，有一个特别喜欢的歌，可以给你们看，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那个 OST 就是我一个好朋友送我的，就是我很难能够就是收到就是我自己就是真正就是一直都在种草的东西，就是很好看。然后它里面的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就很喜欢这个。它是一个 OST 的碟子，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的。是的，感觉我的好朋友们都很懂我。会跳舞吗？我不愿再说。是的，我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见面会，但是之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就没有办法。但是之后就是希望有机会跟大家再见面。Coco 吧，不可能，就这个东西不可能再跳了。
热不热？其实还好，就是因为北京真的还挺冷的，我有的时候要自己都要取一下暖的，就什么的。北京真的非常的冷。直播表演喝水，是的。最近真的要注意，注意不要感冒。我觉得我这几天只要一出门，我就感觉我自己就随时有那个感冒的风险，就随时觉得自己要感冒。我的奶茶已经喝完了。我要了一个这个糖，听你们听哦。好久没有吃这个了，为什么跳跳糖的声音这么大，你们说我说话的声音这么小？对，我最近就是经常逛那种网站的时候，就会看到那种什么 ASMR 的视频，就有的时候就会一直忍不住想看，我也不知道为啥。好，我们现在等一下，姐姐好像要来了。Welcome.老板没有来，没有，还差一分钟，还差一分钟，是我的错。等着 ，Coco 吧。哎，他那个，哦，算了，我想说那个 Coco 吧，他那个前奏是什么？啾咪啾咪 ，Coco 吧什么的？啾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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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 吧。啊，你会吗？我都忘了，我只知道什么当当。姐姐没有来，看。当当 ，Hey baby。什么的，忘了。我之前听了一下，就是那个《去依赖》这首歌，还挺好听的。就当时看到那个 MV， 还真的挺好看的。什么的去依赖，哒哒哒。哎，看到他了。Hello， 嗨，我在想说我家的网可能不太好。我家的网也不太好。说到网不好就卡了一下。
你在北京吗？对啊，天好冷，哪，你好瘦冷，了很多。我瘦了一点点。对，你这边好明显。啊，是吗？啊，谢谢，突然得到夸赞。是的，我们你那个好呀，好久不见。啊，是的，是我说的，因好久，为哎，我们网考到这样子吗？什么？对，喂，是真卡你要吹吗？啊？卡吗？神经病怎么回事！Hello，Hello，哦，是不？Hello，是要大家打个招呼啊？对，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是之前跟我们邀请我一起唱那个 NC One 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然后有实力的姐姐，哦对，哦。姐姐，谢谢大家，好，橙子桶。你突然说到我名字，我那天有一个朋友给了我一杯那个自己调的那种果茶，然后一个巨大的桶一样的那个杯子，然后写了橙子桶，啊，好冷的笑话，好冷啊！天哪，对不起。你这他们，因为我有看，就是他们好多人就说我们这首歌就感觉还就感觉好像我有了一些就是不一样的一些风格出来，就还很感谢你的邀请。你当时是为什么就是想到就是这首歌要找一个人一起唱？这首歌你一听，你不觉得它应该是个对唱歌曲吗？对，然后还当停时，一下因为当时我在录的时候，然后姐姐就一直在那个对面坐着，然后就当时压力就很大，好就像一，我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然后监考老师、监棚老师。对，然后因为我当其时实，不是，因为我当时没有想到那个 rap 是我唱嘛，然后那个 rap 真的是要了我的老命，我的天呐！唱得很好。当时唱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因为你不是之前你自己出了一个单人的嘛，然后我就觉得你当时那个已经唱得很好了，然后就跟你合作，真的压力还挺大的。哎呦，不要商业互吹，没有没有，我觉得你那版真的最后听起来我觉得很好，然后对我来说就是这首歌会赋予它一个我想象中的它的应该有的样子。是的，这首歌还，哎，你家是有听过什么日落灯吗？哦，这后样都面，能看出来，我后面还有个变形金刚，哎，在这儿。真的，后面还有一个杰尼龟，突然开始展示家里，是的，是的，要不要合唱一下？我可以呀、啊，这么生猛的吗？因为我刚才跟他们放话。然后我说，放饭，放，我刚才跟他们放话，哦，放放话，话，是的，好啊，可以啊，你那边放吗？你放还是我放？放这首歌吗？啊，我看，这么狠的上来就直接这么狠，伸开麦，伸开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放哎，饭了，我跟你讲，让我来调一下。你放哈，咱俩现在卡成这样，我们待会儿真的不能保证观众们听到的是什么。可能他们听到的就是听到是大，Anything，叮叮叮叮叮，You 汪汪汪汪，好。哎，等一下，我的这个音是不听话。哦，没想到微博连线是这样子的，我还以为我会在非常小的这样子，我我现在已经想。开心就熟了。他在骗谁？靠在你密不透风的怀里，窗外的细雨也下得很轻。
恩座，恩座，啊？是你的吗？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在唱吗？刚才，情不自禁啊，的都听出来了。等一下，等一下，哎，就算只有我就看了场电影。就这样的你，每呼吸都在叹息。哇，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这个延迟好像不太行？啊，真的有啊，是那好就像真的有，你看他们，以后有机会的话，那个直接对吧，现场给大家唱，是不是对，更好？我们不直然接，大家听到的真的是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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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哎，好好好。好难操作，是的，没有伴奏，我经纪人在旁边写伴奏，没有伴奏。哦，没有伴奏，OK。来，我们可以一人一段。哦，什么意思？哦，就是你唱，你那边放你的，然后我这边放我的，就各唱各的呗。清唱，或者我这里没有伴奏。我也没有啊，我有吗？太恐怖了。那个躲在那个屏幕后面窥屏的人，是，给吴宇豪发一个，窥屏的人，肯定有人在窥屏。是的，就旁边坐着，他在拿着那个，哦，你旁边还有人，我旁边就没有人，所以放了一只熊陪我。天哪，怎么办？我试试看，我这边放能不能行？反正大家都是卡，对不对？是的，但是他主要是拍的有延迟。其实，哦，有原唱是没关系的。靠在你密不透风的怀里，窗外的细雨也下得很轻。我就是我一个人住的甜蜜，就算只有我一个人的甜蜜。就这样看着你，每个呼吸都很安心。可以放金的啊，一样的衬衫在你脸上，网上免费的听到，只能哎现场或者是的音乐不能听，网络不给你们听。为什么这么卡？没关系，非常好。就是我中途一直在找，因为就是我听到的跟我那能个够加入就我的是阵下一秒出现的那个时长又不太一样。营。啊，对，应该是还是会卡的。对。这是我们今天一个全新的电音版本，Remix，挺好的，是的，这是多了一个版本。我这边其实有 DJ 在打碟的，操控那个网线，咔咔咔咔。对，下回还是留一个悬念给大家听一个现场版的吧，尤其是吴宇恒同学的现场版的 rap，对不对？到时候整段都是啊。rap 真的好难呀，讲真的，你有什么唱 rap 的秘诀吗？哦，突然开始唱 rap 的秘诀，就是我觉得会唱歌的人都可以唱 rap，所以你是绝对有这个天资的啊！我们突然，我好像在讲相声，当真了。当时，哎，当时你现在头发是染回来了吗？还是假发？对。对，染你回来。看我这像假发吗？去，哎，你对那个人说你这是不是假发？救了命了！因为你当时不是染了一个那个白色的头发吗？拍 MV 的时候，啊，不，对，那个也是真的，这个也是真的。我刚刚差点说那个是真的，这个是假的。不，两个都是真的。对，因为
对，当时那个 MV 的时候，我当第一眼看到你，我都吓到了，染了一个。对，就这谁？我妹妹。但是很帅，对。啊，谢谢，得到夸奖。哇哦，哇哦。没有，我这个也是近期要录一些节目，然后还是要做回一个比较正常的。不然不能播什么。对，那个发型只能限定在夏天。是的，是的。你没考虑换个假发吗？没有，我最近也是把那个头发染黑了，我觉得就是黑色头发就很舒服。当时拍的时候还是那种黄黄的，因为剧里面的就是需要那个黄色的头发。刚下天，我觉得夏天的时候还挺适合浅色的。是，对，你的粉丝在 Q 你染个白头发试试。我之前还真的染过，就是偏白色的头发。然后呢？就是假发晒了一天。没有，就是当时好像是为了一个舞台，然后这舞台结束之后，我就光速染回来了。啊，就我觉得我现在染回来之后，我觉得挺可惜的，想多留两天。是的，我觉得是的，就是反正是不同的风格。Yes。我最近就是其实特别想要再染回去，但是我的头发已经不能再折腾了。所以就是我前段时间我就是每天必须要用那个护发素洗头，不然我的头发就是没有办法吹，就是它是在打结的。突然很想给你安利一个东西，就是、但你头发太短了，像我们这种长头发如果漂了之后可以去做一个护理，叫巴西油护理或者叫美人鱼护理，然后是可以让头发毛鳞片，然后给它收紧。回头私聊问你一下。OK。我真的很需要，就是。你这个头可能夹板夹不进去。对，迅速夹这个漂头发漂的多的人可以的。回头聊。可以。有一点心动。大家应该挺想听这个的。突然开始唠家常。就是你说的那个名字，听着不太靠谱的样子。是的，就是这个名字听着不太好，我回去。巴西哪靠谱了？巴西来的摩洛哥油挺靠谱的呀。是。你当时拍那个 MV 的时候，就是你当时有担心吗？就是我们最后出来的效果那些。但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当时拍的时候，难道在现场 monitor 不是已经看到几乎，完成的作品吗？也是，我觉得已经就是挺好看的了。所以，但我给大家爆料，就是其实最开始我以为就是，子枫姐就是那种很飒很帅的那种，但是她其实是的，但她其实就是拍。拍的时候，他是一个特别容易尴尬，特别容易就是整个人局促的人，但他就是大家可能在舞台上看到你都觉得你是特别飒、特别帅，对，但是就是，但是就是什么给你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你记不记得就是有一个镜头，当时就是我们就是那种面对面走过来，然后你整个人尴尬的微笑，就是对，就是的。没有，我当时还好是吧？我当时还好，就是你认真的，毕竟你是个认真的演员，就很带戏。要不是你的话，可能那一场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你们两个一就是这样对着，对。然后我就故意引他笑，结果他还不笑，哎，很专业哦。不是，那主要是因为太晒了，就是我逼不得已，就我真的好看。就很希望快点把这卡掉，然后去回屋。是的。你真的有很怕晒？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去贵州，然后整个就是啊，虽然可能现在看不到，有点没，就是反正整个晒脱皮了。天哪！我真的就是，我之前是一个就是还好的，就对防晒这方面就是还
还行。然后我上了大学之后，就是我的室友当时就，他就是那种就是护肤达人，然后我就被他影响了，就是每天就是监督我防晒，然后给我说了很多就是那种防晒的知识，所以就到了后面就是我就最近这些年就做的这个功课就做的还挺好。那你是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给我吗？心得，我发了那个小红书，就是写的那个防晒，我给你总结一下，就是那个防晒霜，你知不知道？就是它其实要涂两个骰子那种大小，涂一个脸上其实才是就是有用的那种。哦，就是有我有的时候涂上去，就是在剧组里面那个剧组化妆师就会惊讶，就会吃惊，他就说怎么会涂这么多，就像敷面膜。所以你就是真的很热衷于防晒。是的，然后有那个防晒的口罩，哇，有的时候出门就会戴。你是很容易黑吗？我是很容易黑。我对，但只是觉得，不是，有的时候就是只是暴晒的那一天之后，你黑了吗？请问，我黑了。你黑了？我觉得我们俩应该都必须得黑吧？就我是黑了，但我不知道你黑了没有？你那个大西装好歹是可以这样躲的。哎，那天真的很夸张，就是那个太阳夸张的大，并且他们那个打光的那个老师，灯光老师，就是拿着一个巨大的反光板，把光全反我们脸上，就是上面有直射的，然后可能我在你面前，然后还可以给你再反点光，眼睛都睁不开，真的好吓人。对，就是那天真的是晒了一整天，好恐怖。是的，就希望大家多看看 MV， 对，大家多去看看，多惨，真的很，真的是晒出来的东西。所以你晒出来的东西啊，对，啊，晒出来的作品，晒出来的作品，你那个你最近那个什么有什么要巡演吗？或者说，突然不知道在说什么，巡演。我没有巡演，就是最近就是一直在，就是现在是会待在北京，然后待在北京也会，然后我后面应该也会发自己的新歌，这样啊。哎，对，我看到你新发了一个歌。哎，对，那首歌是你刚刚是已经唱了吗？啊，你刚刚是已经唱过了吗？哦，唱了一两句。粉丝们卡了你想，我想听啊。在个几个世纪，我依然在这里，希望你遇到的每个他能像我这般爱你，曾经拥有过你，这就是理由让我回忆你，一切努力就有了意义。呜，吴宇航唱歌真好听，大家说是不是吧？是打在公屏上。姐姐唱歌真的很好听，怎么会这么好听？没有，好好接受夸奖。没有，就是。对，这首歌是后面的一个那个，后面我要上的一个剧的 OST， 然后就是后面应该也会就是出一些我自己发的单曲。哦，厉害！我有看到你的新剧，我还看到我朋友圈有刷屏的呢。最近那个叫什么剧来着？你就是那个动作是这样的。跟别人牵着的啊，在草哦，草在那个在那个大理的那个稻田啊，对，是吧？对，那个也是晒出来的。我忘记叫什么，但是我记得动作是这样。还是的。哦，晒，对对对，想要那个好的作品都得晒一晒。是的，我当时在采访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他有一个在那个稻田啊，卡住了，我们刚才 double 啊，你再说一遍，卡了吗？
什么？我说你再说一遍，我刚才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没有，就是刚才我跟你说话的时候 double 了。double， 你还有同辈还有 double 的人。我们在说什么？然后战术喝水，战术喝水。我觉得微博跟我们不合。我们在干嘛呀？我不知道我们在聊啥。没有啊，我们刚刚知道这个地方都挺好的。是的，是的，没错。我继续讲，就是我说当时拍这个的时候也是，就是特别晒，在那个稻田那儿有一个戏，然后就是哭了嘛。然后当时就是那个镜头要一直盯着那个天看，就要盯着阳光看，然后就当时那个时候就被晒得太惨了。是的，也没晒黑吧？那个时候超黑，就是我脸上就会晒起疹子，就没有办法。真的，我那天也是，我那天去贵州就是因为它紫外线特别强，然后我又没有擦防晒。为什么我们老是会转到防晒这一题去？因为然后我下水了，我下水了，我整个手就红了，然后晚上回去就黑了，然后这两天开始脱皮了。是上次的还没有恢复，这次去贵州又晒了。对，就是上一次我好像穿的是长袖吧。然后这次去贵州的时候，我就下水去划那个皮划艇，结果我只穿了个半袖，还是有点掉以轻心。然后穿了个半袖掉了水，听说下水之后你即使擦了防晒它也没什么用，即使是防水的它就碰了水之后好像更容易晒黑，然后整个就黑，就红，先红然后晚上就黑。天，他们说我们在进行防晒。我觉得你可以用护肤界，尤其是防晒界。是的，我也这样觉得。我回头给你发一个，就是那个晒后的一个面膜，也是真的，就是我真的真的，我之前在云南拍的时候，就是脸上被晒起那个小疹子，然后就是用了之后，就是第二天立刻就好了。妈呀，这么好！真的是已经推广过了吗？是代言的吗？不是，但是我可以回头发给你。啊，回头聊一下代言合作。你这么尽职，一听就很心动。是的，我也觉得我很适合。你手上拿起了个什么？开始尬住了的，要不然我就离开吧。天哪！你手上拿了个什么呀？我以为这样子看到。什么？没事。好。卡的要死，我的天。对，有点卡。所以你今天晚上的主题是什么？哦，原来是酒杯。今天的主题是唠嗑。哦，我也不知道，就是纪念一下夏天的高昂，秋天的来临，是吗？是的，对。哎，等一下，你在北京的话，你不是也经历了下雨吗？前两天。对，这几天真的好冷，超冷，一秒入冬。对，真的是感觉我刚来几天，然后他刚来好像第二天就开始疯狂下雨。你是这样问？月初啊，十一啊。月初，对。哎，我也差不多，我也差不多。然后结果发现北京太冷了。对，回了成都几天。哎，你之后如果你去成。哎，我发给你了吗？那个餐厅，成都的餐厅。发了吗？我忘了。我也忘了。我回头看一下，就是如果你之后如果去，我可以再多发你一些。好啊。我这次回去
好多。因为那个上次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哎，正好窥屏的人就在你旁边，我要跟他说一声。我说我们那个我们姐姐啊，什么不能说是吗？待会儿给他说。啊，待会儿给他说。哦，对对对，待会儿给他。下次再说。对，回头一起，出去旅游。可以。啊，可以。OK。哈哈哈哈，是我该下线的时候了呢，慢慢唠，要不然。好呀，我觉得我跟他们再稍微唠唠多少会儿，我也下了。加油！加油！吴宇的新歌，加油！吴宇恒的新。加油，陈子通姐姐。加油！加油！节目加油！祝我们都晒不黑，皮肤超好，不长小疹子，越来越白。祝大家都越来越白。Yo， What's up？ 拜拜，谢谢。Thank you， 拜拜。天哪！我的天哪！我跟姐姐感觉两个人就是完全不在一个网络上面，就是感觉在各聊各的。天哪！我是尬聊小能手。怎么算尬聊呢？就是很愉快的聊天。是的，因为今天时间没对上，来给大家放一下我最近听的歌，然后来一点背景音乐。哎，我的这个它又不听话。他老是自己断，是没电了吗？噔噔噔，梆梆梆梆。对，之后合作的那个歌就是会跟那个天蜜合作的，然后就是我自己也参与了一点点，就是其中的那个创作。对，就是我坚持了很久的那个手机壳，就这个手机壳特别有意思。新手机是在这里。我特别不喜欢，就是手机加上那个壳还有膜，我就觉得感觉就是用上去就很重，不太舒服。最近都打算做什么？最近可能就是回北京，然后见一些朋友吧，然后准备一下后面的工作。对，什么时候办见面会我真的不知道，得问就是旁边的人。他在试图爆炸。就是，哎，怎么说呢？因为
老师看到你们就是在刷那个健身，就是其实我心里是有数的，就是你们我大概知道就是适当的自己要多运动一点，也是为了就是后面就是因为演戏的时候确实就是需要不要太单薄，不然撑起来会不好看，懂吗？就是对适度一点点就好了，就是真的是得多运动，真的。我不懂为啥，就是感觉好像他们就是说到举铁健身，就是感觉我会变成那种大猛男，我还没有那么厉害，对吧？又不会那种膨胀，对吧？你又在吐槽什么？我后面有数来着，哦，后面还真有个数，就是我之前拍商务的时候顺的，好可爱，是吧？之前送，对对对，送的，一样嘛，顺便送给我，顺便接收的，对。环球影城，我觉得我可能近期内应该不会去吧。对，就是因为《哈利波特》我自己看的没有那么多。下了夏天应该之后应该会上吧，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具体上线的时间。感觉这辈子，哦，明天10点，你们怎么知道？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啊。好吧，你们比我厉害。哦，是这样。等我之后，如果就是有机会搞那个辣椒酱测评的时候再搞一个吧，因为最近还好，就是没有怎么特别的在吃辣椒酱，因为每天就在吃辣的东西。对，后面的杰尼龟。我准备到了40的时候我就下了，然后最后再唠5分钟。护嗓，是的。不知道为啥我好像就是有那种，就是直播的时候嗓子就铁定哑，不知道为啥。
说可以最后唱两句那个，唱两句那个新歌，因为我前阵子发微博的时候那个文案就是那个新歌。光下你的侧脸都想要保留，对，就是之前的那个文案，是的， 给你们稍微预告一下。对，唱两句就真的是两句。To the final show. Hope you're wearing your best clothes. 还有三分钟，我感觉我现在一直在等着，还有最后三分钟。是的，就这一句。You look pretty good down here, but you ain't really good. 今天主要是这个头发，我自己没法搞，然后我又想就是稍微精神一点，我就戴了一个帽子把它弄上去。对，听会儿歌。Never know we'll be here before. Where are we all sucking around you from?下播之后干嘛？下播之后应该去吃个润喉糖。对，双十一要到了，我最近就是已经开始在计算了，就是我今天本来就是那个洗脸巾要用完了，然后我就计算着就是用到11月11号的那个大概会用几包，然后就先只买了几包，等到那个双十一的时候再多囤一些。真的好羡慕，我不用学习，我也是熬过来的，只能说我是熬出头了。对，但是工作也跟那个学习差不多。对，就是精打细算。还有最后一分钟，是的，下班一时，就这样吧。最后一分钟，然后就。